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摔立之规，啊，摔立之规，摔穷抱尽，生于世间多为肥类。这种动物就很特殊了，它生在人的身体上，啊，摔立规的这个立规啊，它的摔已经尽了，啊，受报也满了，所以生在世间呢，做什么人生的这个肥类，饶肥呀。人肚子里面的虫子啊，肚子里面的虫子，哎，他转身做畜生道，还是做人的肚子里面的虫子一个蛔虫，嗯，人身完全没有虫不行，虫太多也不好啊，但是不能没有，很奇怪的，尤其小孩子啊有这个蛔虫啊。所以这个蛔虫也是从轨道里面转身过来的，那是一种很特殊的啊。第六十类的受气之鬼啊，受气之鬼气消报尽，生于世间都为十类啊。以前受这个地气而成为鬼的身份。可是到了他的鬼的果报受满了，报一定消尽了，生在人间呢，多为死类，被人吃啊，这就是世间上所谓的猪牛鸡鸭啊，给人杀来吃的，这都是过去的预报啊，由过去杀生，现在遭受这种果报啊。就前面第四卷的经文所说的，如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此乃至死生之类，死死生生，复来相谈，啊，就是这种情况，啊，世间人往往误会啊，因为这些动物是天生给人吃的，殊不知他是来还债，啊，债还毕了，他也就没有事了，啊。所以这个并不是他愿意给人吃而是因为还债他也不得已，那么遭受这种苦恼是很辛苦的事情啊。所以从前杀猪的人呢，他要杀猪之前就先跟猪讲话猪呀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他不吃来，我不宰，你像吃的去讨债，他杀猪的人呢、啊，他要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个吃的人你不要怪我今天杀你哦你是人家的一道菜而已啊那如果他们不吃，人不吃，我也不会宰你，我也不会杀你，就是因为他们要吃肉呢。所以我要宰你如果要讨债的话，你让那些吃肉的人讨债可不能问我，我不是也故意要杀你，就是因为他们吃肉嘛，所以我才杀你那么由此可见呢、众生就是这样无量劫来相生相杀，没有完毕后边有经文释迦牟尼佛亲自说到这个杀业就是无穷无尽，生生世世轮回流转，就是如此啊。第七，福类啊，绵游之鬼，游消报尽，生于世间，多为福类。绵游鬼他游消了，报尽了，生在世间就多做人群的福类。这个福有两种，第一是衣服的福，像。蚕啊，养蚕，蚕丝不是可以做衣服吗？
啊，丝织类啊，蚕丝可以做衣服，所以这也是服类，这是第一。第二，圣服，啊，别人其用，像这个驴子、马、骆驼这类，它是别人圣服啊。那么有这两种啊，去服侍人家，这都是为了还债啊。如果不是为了还债啊，他不会生在人间来给人服用的啊，而且他的力量都是蛮大的。马会讲话，哎，我看过这个《约维草堂笔记》的第13节里面啊，有一段话，有一个人呢、啊，他上京要去考试，那是永正13年，清朝的永正13年，距离现在也不过是300多年而已了啊。永正13年有一个人上京要去考试啊，那么到了京城啊，没有地方住了啊，找到一个旅社，这个旅社好的房间都给人订光了，只剩下一间呢、啊、这一间是正好他的窗户对住这个马栏，就是人家养马的啊，就是凡是骑马来的都是被吸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房间很臭，所以没有人要住，或者已经没有地方了，不得已只要住在这个地方，他住在这个地方啊，啊，因为很臭，味道不好，睡不着觉了，到了半夜啊，就听到这个马在哪里说话，有一只马就说，哎呀，没有想到肚子饿是这么辛苦的，我从前做人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有的吃啊、不曾肚子饿过，我现在啊肚子饿又不能说话，主人不给我东西吃，我真是饿得半死哟，然后就哭了，那马就在哭另外一只马又说了啊，饿你就先苦啊，更苦的还多呢，什么我经常要给我主人打了半死啊，我走得慢一点他就打哦，这个不是比你更苦吗啊，你饿还没有去给人骑牲，我饿还要帮人运载，还要走快慢还打得半死，不是比你更苦吗？另外一个就说我们隔壁的那个姓劳的，那更糟糕哎！他现在都落在猪的，去做猪啊，做猪要给人宰杀，那不是比我们更苦吗？他听到这里啊，无意中打了一个那个马就不讲话了。他知道隔壁有人，他就不讲了。哎，可见他们马也是会讲话的。那么由此可以证明啊，马都是负债啊。要来还债而来的啊，否则他不会吃这个苦头，都是从人道转身的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得到人生很容易哦，堕落的情况也很快的，也很可怕啊。第八，应类，火金之鬼，火消报定，生于世间作为应类，这是比较好一点的啊。火金之鬼就是金气与石气火啊，这个火已经消了，业报也尽了，那么他生在人间就作为应类之出生。应类就是好像这个禽类呀、燕啊，好像这个麝燕，好像这个凤类啊，他们都知道时间啊，所谓春燕秋凤啊，这春燕秋凤啊，燕啊，到了冬天它就往南飞，春天往北飞啊，它对于时系很会适应，所以叫做应类啊。第九，明灵之鬼，就是修类啊，明灵之鬼，明灭报尽，生于世间作为修真一些诸类。明灵之鬼就是前面的由小聪明做这个世间的这个咒族念咒的啊，给念咒的人的他也吃用的这个鬼，明灭报尽了，生于世间都修真，就是报好事的啊，家奉存祥之类啊，习道报习之类，
这一类的都是说好话，那么跟人说好的信息，这一类鸟类很多，所以叫做一切诸类，不是一种啊。这是第九、第十，一人之归，人亡报尽，这一时间都为损类。一人之鬼就是一天是依靠人给人使用的这类鬼，人亡了，受报也尽了，那现在人间都为损类。这种损类呀、就是人家家庭也家庭里养的宠物，家庭养的宠物，猫啊狗啊从前的狗人家并不看重现在的狗啊，有的狗啊，它的福报比人还大，那么它的主人呢、把它看作比那公公还尊重，所以这种情况很特殊了。众生啊，这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啊。有人喜欢养狗啊，他就是跟狗结了不解之缘呢 那么他有他的一套，所以这个狗、猫啊这类宠物啊。都是一般人所喜欢的是人养的这是第十鬼道已经报尽，转生畜生道，转生畜生道应当啊，它有四类差别。第一种啊，就是由下品十恶或者是中品十恶而转生到畜生道直接到这个畜生道，不必经过地狱恶鬼。第二种啊，过去的艺术业力突然之间牵引身在畜生道，也有这一种，就是过去多生畜生道的业力进成了，他就转生到这里。第三是从地狱出来直接到畜生道。第四是从地狱恶鬼出来转生到畜生道。现在经文所说的就是第四由恶鬼出来直接才转生到畜生道。那么其他啊还有种类很多，畜生的种类很多，不能一细说。而这里所说的多是大概十分之六吧不是个个都如此这个别说的十种说完。刚才说到这个畜生道啊，是可以说六道任何一道都有直接趋向于畜生道的可能那么现在经文所说的是根据从鬼道出来转生于畜生道那么实际上无论是哪一道如果是畜生道的业力成熟，都有可能直接到畜生道。例如印度那个持牛戒的外道，他为什么持牛戒？他的老祖宗啊，就是在修禅定的时候得到天眼通。他有一天偶然看到一只牛死掉这个牛死掉的牛的灵魂升到桃李天去了。他就认为那我知道了，牛怎么升天啊？牛替人做苦工，犁田还要这个做种种的苦行，而且他还吃草吃的东西都是最差，吃草。因此他就定下持牛戒，学牛学牛持牛戒，把牛戒之后呢，他认为就会升天。他没有想到这个牛升天是他过去周身的艺术善业成熟升天，与牛没有关系的。牛那一生是另外一种果报而他升天的原因是过去周身所修的善业成熟要升天他没有搞清楚这一点，以为是牛死了就升天，所以他就定下这个持牛戒。所以像这种情况畜生道既然是可以直接升天，那么天上的人也有直接堕落在畜生道的。所以这个有一部经里面说到，有个天人天上的天人天福已经享尽了，快要堕落五衰相现。这个时候
天人食比人食更苦，为什么？天人食啊，他会知道他要升到什么地方，啊、升到善处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升到恶处啊，那是最苦的事情。所以有一个天人啊，他发现他死掉之后要生在人间做猪，哦，那他怕死了，啊、他在天上享天福，死掉之后生在人间做猪，做畜生道，那非常苦。所以那个时候他求解脱啊，没有门路，去问地势天王，地势天王说，我也没有办法呀，这你自己的业力呀，与我有什么办法呀？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释迦牟尼佛在世，赶快去见释迦牟尼佛求佛，否则没有别的办法。因此他匆匆忙忙赶到铁骨头园去见释迦牟尼佛求解脱，就怎么样子能够让他增长天赋，免至堕落在人间呢、啊、做畜生道啊。佛就叫他皈依三宝啊，那么修学佛法。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天人也有突然之间天人生死掉了升到畜生道的情况啊。所以这个畜生道其他六五道都有随时都有进入畜生道的可能啊。所以这里经文只是约他从鬼道出来升到这个畜生道的这个情况而已啦。最后的这个畜生道的结文说，我呢是等皆以业火干故，除其俗债，旁为畜生。佛对阿难说，是等就指上文这个十种从鬼道转生畜生道的这个众生，皆以业火干故，就是过去所造的恶业的业力，现在已经烧干了，好像火烧干了，枯掉了，那么现在要除偿他的俗债，所以转身在畜生道。旁为畜生是旁间啊，不是他的正报，因为正报是在地狱已经受满，现在是为了要酬谢过去所有的这个欠缺的债务，无论是杀业啊、命债，就是还有这个财物，都在这个人间中啊要来受报，所以身为畜生。此等一劫自希望业之所造因，这个不是别人给他，而是自己所造的希望的罪业啊，希望造罪，希望受报啊，自己招来的，自己引发的，不是别人给的啊。如果你能够体悟到真如自性，本有的菩提佛性，那这些就不可得了。所以说若悟菩提，这是妄缘本无所有。假如你能够体悟真如自性，本有的觉性的菩提，菩提就是觉，能悟本有的觉性啊，那这些妄想因缘的这个罪业果报，通通都不可得啊！这本无所有，本来啊就没有这些东西啊，而是因为众生在希望业中受希望的果报啊。虽然诸法皆空啊，但是业报不会有所失啊。如是因，如是果，一点也不会差别啊。如你所言，宝莲香等及琉璃王善心比丘，如是恶业本自发明，非从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愚，自王所招，凡是来数。他说像你刚才在前面所问到的像宝莲香比丘尼犯的淫业，琉璃王杀害释迦族善心比丘这个大妄语说一切法空由此所造的这个恶业，如是使他们三个人所造的种种恶业这些恶业是他自己本自发明啊，自己造自己去受报这个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地上冒出来的也不是别人给他的，
所以叫做非冲天降，一回地出，一回人鱼，自望所招，您自己的希望，这个第六意识在哪里？胡作乱为，造了这么多的罪业，招来这么多的苦报，所以你自作自受，凡事来受，自作还是自受啊，谁也替你不了。别人没有办法代替，自己做自己受。菩提心中皆为胡须妄想凝结，在真如自信的菩提心中，这些通通都不可当啊，并没有实体可当，只是你在希望法中在哪里受跑啊？现在在迷的时候啊，整个真法都成为迷妄。所以你所有一举一动都有因果，都要遭受果报，一定是这个不会有所错误的。那么这是总结出生道的这个文字。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4月22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法会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30系念超度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4月23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法会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愿我出生离机遇真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愿我无法好修尽化一毕生越过三游之大海，无有眼见心，愿我能以无偏大事业临诸有情一同成正觉。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愿我出生离机遇真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愿我无法好修尽化一毕生越过三游之大海，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功德无量等虚空。